时机成熟了，我再带你进去行不行啊？不行，那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去。往皇上的寝宫怎么走？西郎中啊，珍妃，沙娇啊，今儿你就是一味药了。今天你说给朕治病到底是什么方子？这味药不光不苦口，还有药到病除的效果呀。是哀家眼睛花了呢，还是这人就是喜来乐啊？这个人呀，就是喜来乐。你来了，好好，你可以经常给哀家号号脉、瞧瞧病了。太后娘，能不管就不管，你要全力以赴的治好皇上的病，大清朝又不能再延续下去，就全看你喜来乐了啊！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神医喜来乐传奇。